今天录视频还发现了一个小问题，和各位分享一下，就是声音的输出。进入系统偏好设置，第二行倒数第二个是声音，在这里切换成输出，输入输出声音效果，点击输出。它有两个东西，一个是内置的扬声器，一个是 US-2x2， 类型是 USB。 这是独立声卡，这是内置的扬声器。它默认选用的是内置的扬声器，我手动给它调成了 USB， 这样它就可以通过外置声卡来输出声音了。另外，我这个声卡是没有装驱动的，它也能自动识别，自动安装上驱动，看来它的兼容性还是可以的。经过上面十几个课时的讲解，基本的设置安装都已经和大家分享了，后面可能还会遇到一些小问题或者是小设置，等以后有机会再和大家分享。剩下还有一个大软件我还没和大家分享，那就是 Photoshop。 关于 Adobe 的 Photoshop 也有很多方法，在之前的免费课程里也分享过，在这儿呢就不做过多介绍了。这一组苹果 Mac 电脑新手入门教程内容都介绍完了，希望对你有帮助。我是 Chair， 我们下个教程见。